8步背面分解，第一组动作，3步奔跑，再加4个侧滑步，反方向直接上脚，再做4个侧滑。大家记住，做这个侧滑的是我们脚是连着地一直走的，而不要抬起来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组动作。我们还是做3步奔跑，接着我们右脚点地，每次转90度方向，再做一个后卡，左脚点地2个90度，再做一个后卡，换脚我们再点地，再做一个后卡，同样的道理，换脚点地转方向做后卡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组动作。我们右脚上脚做2步奔跑，再做一个前点后点，再做侧拉，再接2个后卡，反方向做一个前点后点，再做一个侧拉步，再做2步后卡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组动作。我们2步奔跑，接下来做4个神行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接左脚1步奔跑，再我们接5个后蹬奔跑。接下来我们做第四组动作，2步奔跑加1个前点后点再中点。接下来我们做右侧的3个平移步，甩腿转圈，再反方向上脚，前点后点中点，再做左侧的3个平移步，甩腿转圈。好，接2步奔跑。最后一组动作，我们立脚点1步，然后脚跟跨出去，再收回来，再以脚尖跨出去，再收回来。下来我们再接2个十字交叉步，先左脚后右脚。 OK， 好，最后我给大家再分解一下这个蛇形步。蛇形步我们走的时候就是脚跟着地，然后在地上滑动，脚尖抬起来，然后后边的脚跟过来就可以，对，左右滑动。然后后边我们接的是一个倒奔，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倒奔的基本动作。倒奔有些我也会，有些不会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慢动作的倒奔。对，每次抬脚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力脚向前滑一动，落的时候也是同时着地的，和咱们的正奔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个动作没有多少难度，大家多练习。记住，每次抬腿的时候是向前奔的主力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侧边再把这个蛇形步的感觉找一下。脚跟在地上左右滑动，然后脚尖抬起来，后边的脚跟过来。对，这个感觉大家多练习就可以。这个步子其实也不是特别难的。OK。